我才十几岁，爱情可以晚点来，在外面不行，找身体。我这些字手感特别好，宇宙无敌爆炸好。快倒了大哥，你先扶我让我起来。你还有急救包吗？有，临时借我一个急救包，等一下把这人杀了还给你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也知道我没有脸问你要药了，不要药了，我在谈恋爱。对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把我扶起来，他屁死，今天我不把他卡死。大哥，啊！他必须要死，你等我扶起来还屁死。昨天我把车停得太靠边了，导致车门打不开。今天我又不想再从副驾驶爬进去，所以我机智地摇下了车窗，然后我坐在了车窗上面，顺势把自己往里一推，果然顺利地进入了车内。结果没过半个小时，我就在朋友圈刷到了自己。你好先生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如果让你问你女朋友一个问题，她必须回答，你会怎么问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可以不回答。不可以。有时候我会问自己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别拍了。咚咚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。你好，滚。OK。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哧咚哧咚哧咚。男人跟女人这个思维差异是很大的，女生她的反应都是情感、感性的、感觉的，对吧？男人的反应都是逻辑的，都是图像的、空间的。那比如同样一句话，男女反应不一样啊。我昨天断片了，女的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难过？男的，我有局不叫我。我昨天那开车跟前面那个车追尾，把他怼了，女的。哦，严不严重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男的，傻，什么技术？说拿起电话看着自己对象，给自己打了20多个未接电话是吧？女的，哎呦，他肯定很爱我，好幸福呀、啊！男的，我操，死了！假如所有动词都变成真的。Round one， 手机用完了给你了，啊，你撇桌上就行，这么忙。好。Round two， 哎，帮我把包纸扔过来。好，来了。Round three， 师傅、啊，在前面路边把我丢下就行。好嘞。宝贝，你今天就穿这个出门啊？怎么了？好看。露这么出门啊？你看，露这么多好看吗？我觉得好看就好了，快走吧。你等我一下。我还出门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啊？真卖油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不去了，你想吐啊？不穿了吗？很好吧。当代女生被甩后，内容过于真实。当你走了，我是吃饭喝酒有本领，大声直直的飞行加不停，回头转身你看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，老公啊，打野仗咱俩行啊，我最喜欢打野仗了你知道吗？好玩吗？ 3, 2, 1, go。 是你北京圈阿拉斯加的山。分手可以，那我们分手后还能继续做朋友吗？可以吧。那天冷了，你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，多穿衣服啊。我一直照顾得很好。那我们既然作为朋友，你能再答应我最后一件事情吗？
可以。你可以把你闺蜜介绍给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今天带我去哪里玩呢？喂，大哥，干嘛？操！我操！哎呦，累了。还好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我让我对象陪我上网吧打游戏，他说他也不玩游戏，陪我上网吧干啥呀？我说那我还不买东西，你叫我上商场干啥呀？他说你在网吧打游戏浪费钱，那家里边有电脑，你在家玩的。我说那塑料口袋还能装东西，你买包干啥呀？咋的？怕漏啊？怕漏你装俩。最后通过2个小时的言语辩论，得出了4个字的结果：我单身了。美女，加个微信呗。行啊。好嘞。哎呦我操，真行啊！面对疾风吧！斌丹，这什么树呀？那什么花呀？我来博物馆的第二年，被逼无奈，真的是被逼无奈啊！把博物馆的一草一木全部学了一遍，难不倒我。问题又变了，林丹，这什么鸟呀？我只能默默地说，讲不了呀，对吧？但这些都很在理，为啥？我自己出去逛，我也是这样的游客呀，我也会问。最害怕的游客是早上逛的华清池景区，下午来逛兵马俑景区。我把铜车马一号坑的讲完了，他问了我一句，林丹呀，你说这个杨贵妃和这个秦始皇到底什么关系？